们也是中国人，嗯，他是越南人，他们也是越南人。我们的同学中五个人会说中文，14个人会说英文，12个人会说西班牙文，2个人会说韩文，11个人会说越南文，9个人会说菲律宾文，1个人会说韩文，1个人会说日文，2个人会说印度文，2个人会说法文，我会说中文和英文。谢谢。